据前不久消息称，我国宣布将继续在南海建设人工岛屿。前期在南海的东门礁已经建成了7.5万平方米的人造岛，把以往这个只有380平米的混凝土平台扩大了将近200倍。同时，东门礁和南浔礁也建立了一个主广场，我军在四周建设了防空塔，也有雷达的军用天线罩，这表明我国军方在这里架设了重要的侦测范围。美国报道还说，位于东门礁西南大约30公里的赤瓜礁也扩建了相应重大的陆基的工程。卫星图片最新显示，永暑礁新田地足以容纳战机的跑道和停机坪了。最新情报也显示，我军的挖泥船在华阳礁开展新的陆地基地建设，离菲律宾主岛最近的陆地建设项目即将建成，我国准备在今年完成南沙填海造岛和军用设施建设的监视工作。就像一艘永不沉没的中国航母停在南海一样，我军的飞机随时可以起飞，对于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在南海提升有大量的帮助。我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远非只是一场外交挑战，对于中国的邻国和美国来说，它可能很快也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军事问题。尽管我国一直坚称其前哨站将主要用于非军事目的，但美国却认为中国的沙滩长城可以支持战斗机、监视系统和电子战能力，能大大的威胁到周边国家的安全。微信搜索鹰眼军来了，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鹰眼军来了，更多惊喜等着您。